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河图镇休息一天。昨天连续推了两座大山，今天早上起来是浑身酸痛，腿抽筋，过于大的一个劳动强度啊，然后肌肉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所以早上我从那个帐篷里面醒来之后，我就没有出发了，在那里，我帐篷搭在那里，就直接在这里休息一天了。而且在这边的话也不用担心下雨啊，有一个桥洞可以给我住。买东西的话，这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就这几栋房子，但是有个超市。现在太阳快落山了，还有一点点余晖，已经下午的5点多了。而且昨天的话，哎呀，这走路还是比较危险。昨天晚上过来的话太累了，直接就睡觉了，没有剪视频，所以中午的话一直在剪视频。早上起来吃了两包泡面之后的话，就一直在剪视频了。刚刚才剪好，哎，风景挺好的，这里。现在我们回去吧，回去然后准备晚饭的制作了。这边也没有什么超市啊，就是只有卖水的那种小超市。哎，买不到菜，只能吃一点昨天剩的菜了。不过也还行啊，不买菜也省钱。之前那个菜的话我已经吃了2天了嘛，那天买的，现在回去做饭。下午5点多了，再不做又天黑了。过来的话就是路不太好走，全部都是石子路。看一下，这就是搭帐篷的地方，还行，东西都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看一看有什么菜吃吧。太阳一下山就感觉温度下降好几度。穿个衣服吧。正好把这个太阳能板也给它收一下。准备制作今天的晚餐了。我的菜好像一根萝卜，我记得还有一根洋葱的。这里还有一个鸡蛋。准备做菜吧。今天晚上简简单单，洋葱炒鸡蛋。还是老样子，先把米饭煮上。上次买的10斤大米啊，已经吃了一点了。这里大概还有8斤左右吧。今天这个米我们就不洗了，直接用这个水开烧吧。米的话先放旁边泡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给它切一下。今天只有洋葱炒鸡蛋了，好像还有2根火腿肠，可以把几根火腿肠放里面。嘿，这刀切洋葱都切不了了吗？有点钝了，这个刀要磨呀。咦，去掉这个皮吧，把这个皮去，把这个梗子这边去掉，不然的话等一下会粘在一起。洋葱切成小丁啊，或者说切成片也可以，我们切成小丁吧，先把它切细。切了个洋葱，又切得泪流满面。洋葱切好了，洋葱切好了，放这边吧。煮饭喽！还要加水。
下看。打了四个鸡蛋，然后这边米饭应该也串好了。米饭已经弄好了，请上我的小铁锅。这个油现在有点少呀，只有这么一点点。今天晚上炒个鸡蛋应该是没问题。够了，还留一点，留着下次用。下入鸡蛋，火还是非常不错，炒个鸡蛋没有任何问题。变成一个了。赶紧放入我们的，哎，先把这个锅呢倒出来，再加一点油，然后我们炒一下洋葱啊。火大了，嗯，还行，有点烫呀，先把关掉。炉子大有大的好处呀。小锅有小锅的好处呀。刚好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都不行，所以很适合我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人在户外的旅行，又轻，刚好做的饭又够一个人吃。放盐哦，放盐，要不放盐的话没味道喽。这是盐，鸡蛋也倒进去。放入一点绿色的小鸡精，好，够了 ，OK， 放进去。给它翻炒均匀，这个，哎呀，炒了一会儿，有点水分了，粘住了，翻不动了，搅拌搅拌吧。OK 喽，差不多了，把我们的米饭拿过来。今天又是吃盖浇饭了，我天天都是吃盖浇饭。全部倒进去，刚好一小锅。看这个锅，一点都不粘的，都不用洗了。看呀，这就是今天的洋葱炒蛋盖浇饭。我决定还是拿一包榨菜过来。天已经黑了，感觉。等下把灯光点起来吧。这是一包酸干豆，下饭主要，不然的话干炒这个洋葱炒蛋不下饭。这就非常下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兄弟们。有点烫。刚好的菜，刚刚休息了一会儿，因为太烫了，现在应该冷了，敢放喽。这个温度刚刚好，味道还是可以的，满满一锅，吃点这个干豆下饭。其实这个咸菜我是留着没有菜的时候吃，结果现在有菜了也吃它，失误。反正有时候没菜啊，哎，我们煮点米饭吃一包这个咸菜。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有菜也得吃咸菜。
早上起来确实很难受，腰酸背痛腿抽筋，然后去那边买了几瓶水，过来的话晚上做饭刚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天都在爬山，再加上我这个车也重，一般骑车人家是腿痛嘛，结果我早上起来大家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就是我竟然是胳膊痛肩膀痛，就是腰酸背痛的，不光光是腿痛，因为我要推车，推车它这个太重了，我就要用两个胳膊啊使劲的把这个方向，甚至说腿关用劲没有用，胳膊也要用劲，所以的话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浑身腰酸背痛的，赶紧休息一下，因为接下来的路程还是就是山路啊，还是得推车，休息一天明天推车就好推一点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到这个镇子，这里属于河图镇的河图村，还没有到镇子，所以这边买东西不是很方便，只有一个小超市，就买点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要买菜的话就没有，不过还好这边挺安静的，晚上没什么人。哇，我突然忘记了一个问题，我看到这个有很多蚊子我才想起来了，赶紧把帐篷拉起来，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帐篷里面进了好多蚊子，就是因为搭帐篷没有把这个帐篷拉起来，一定要拉起来，不拉起来晚上睡觉蚊子好多一个。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这尘埃，想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啊。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小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刚刚已经把东西收了一下，然后做饭的东西还放在外面，明天早上起来再做个早餐出发吧，东西就这样，进帐篷吧，外面还是有点冷的。进帐篷喽，嗯，感觉整个人黑了不少呀。现在已经进帐篷了，准备休息了。嗯，今天虽然说休息了一天啊，但是也挺忙的，点视频啊什么的。啊，需要每天其实在户外面拍视频、剪视频是占据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时间啊。你想想，我20多分钟的视频拍的话，可能要拍好一两个小时，就是我的素材都有一个多小时的，接近两个小时，100多分钟，然后更不要说拍的时候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人啊，所以说比方说我要拍一个从帐篷出去的一个画面，那么我首先要把手机放在那里，然后再进来，然后再打开帐篷出去，所以的话就是说我可能大家看到的时间是20几分钟30分钟，但是我花为这些素材为拍视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是远远超过这几十分钟的，甚至是要用一天的时间来拍摄，
我们的一个视频啊。之后的话再加上剪辑，对吧，剪辑也非常时间，每天要花好几个两三个小时，最少两三个小时在剪辑上面，所以的话也是每天都很忙啊，就是说骑车也累，然后剪辑也忙，没有时间就是说多少时间休息，就是因为我像我一般闲下来就得看看视频啊，对吧，然后要不然就是骑车，然后做个饭，所以每天时间很赶。今天虽然说在这里休息一天，但是也是一直忙到晚上。不过今天总算是就是没有骑车的话，时间还算充裕一点。明天的话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河图镇，明天继续出发前往湖北的英山县了，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反正这两天嘛，可能就能到英山县了，因为一共也就50公里的距离，大概还有20-30公里的话可能就进入湖北境内了。那么就来到了我们本次骑行中国的第二个省，自行车骑行湖北。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